人头发带这样，你要往上走。哇、哦、靠杯哦。等一下。好好等一下我用就好。好吗我就有点往前高一点啊。哎妈这个没衣服穿你要不要带我去买衣服。啊女人啊女人啊。我跟你讲啊我去虾坪了。妈你用虾坪哦。嘿不是我去虾坪。虾坪。虾坪。然后我就买了一件衣服给你。这件衣服送你啊。妈你在哪里买的虾坪啊。我去菜市场虾坪。豹纹哎你买豹纹给我干嘛豹纹这么 out of fashion 的东西谁敢穿在路上啊。我只是想说齁你衣服都穿同一件布料又这么少齁我看到这件觉得很好看才买给你啊。哎儿子啊。啊不玩了、啊、你会讲啥胸口有点紧等一下。你不是常常听说阿布都没有买衣服给你吗？你都只买给姐姐啊。啊没有哦刚刚去虾坪啊我买这件衣服很适合夏天看这件衣服。啊啦哈先啦送你这件店员跟我讲说这件是 oversize 啊你可以拿这件拿去当内搭其实他这件 oversize 他太长了啊你卡好看啊你走嘛哎妈我出门一下啊啊你别去哪里今天要早点回来我晚上会煮菜煮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听到没好等一下我来见喂儿子吗喂妈怎样已经八点半了你还不滚回家吃饭你人在哪里好吧我等一下就回家了嘛已经九点半了明明就八点半外面很多危险要记得注意安全不要让你母亲担心而且你要记得快点回来又给老娘挂电话我到家了好那你等一下自己回家小心好儿子啊来这边坐一下怎么了妈妈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大学才能谈恋爱吗那你现在高中可是我现在大学了妈那你大学了你应该到研究所再交男朋友我国小的时候你叫我国中才可以交我国中你跟我说要高中啊我高中你又说我大学啊我现在大学啊你要研究所才可以教妈妈只是担心你嘛人家外面女生这么复杂要跑了就跑了好好妈够了够了够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了好不好哎你怎么在凶妈妈嘞妈妈只是担心你受伤而已啊鸡哦乐死了哎那不是你妈吗哎妈怎么在这哎呀哎妈怎么会来没有看那个天气阴阴的快下雨带把伞给你们来一下哎我看不出来要下雨紫外线很强啊你们就等好阿姨先回去了今天要煮饭吗谢谢要你们早点回家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突然有天好想要把妈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她早就换了只是舍不得换新习惯是谁一直牵起的过程的破壳谷底好久以来原来我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从来没有一